下一题哦，下一题，看下一题会是什么样子呢？请看下一题。啥呀？春天花会开，春天花会开，春天花会开。哈哈哈哈哈！自由自在，自由自在。啊啊啊啊！等待，等待你回来了。回答正确，回答正确。你好棒啊！为什么？真的。自由自在。我还是在等待，等待我的爱，你快回来。开演唱会了，快快快！你先唱了一遍又念了一遍，我就按你分别唱的歌曲和歌名。谢谢。然后就猜歌手。好，接下来、yeah. 你刚刚深藏不露啊，你我不能。接下来各位，哎呦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朵朵开，桃花朵朵开，这么的快啊。谁的歌？任贤齐。要唱一句哦。桃花朵朵开，桃。唱出来。桃花朵朵开，桃花朵朵。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。恭喜你回答正确。咱俩二零。单身的脱单，这两位就在你旁边啊！打开眼睛，可以看看旁边的花朵啊！可以挽着，可以挽着走一圈，可以挽着。春春开，桃花朵朵开。我们要撒花，我们要撒，撒花撒花给你。哎呦哎呦，你花美妙，让我忘不了。谢谢，忘不了。恭喜你们！我刚就在，我刚跟阿兰姐说，哎，气氛好粉红，桃花开了。好，那就在这首《桃花朵朵开》了这个气氛下，我们结束这个游戏的环节。恭喜哪一组呢？就是我们的叮当姐姐和安又琪姐姐这一组，叮当姐姐和安又琪姐姐这一组都获得四分。耶！好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叮当姐姐和安又琪姐姐，你们可以和我们一起去打开一下你们的解压福包。哦。两位每人都有打开一个盒子的机会。你要开最大的，开最明亮的什么？我开大的。好。好，开大的。哇，什么？哇、wow ！主题限定券，使用说明：凭此券可领取主题限定大礼包一份，恭喜恭喜呀！大礼包就在这里面，可以打开看一看。大礼包啊，是什么大礼包？来，吃的吗？哇！是湖南各地的新春特产。哇，是的耶，是吃的耶，是汤圆，是汤圆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每一个都不一样，山胡椒油，山胡椒油是什么？山胡椒味道，腊肉，湖南腊肉很好吃。这里面是什么呀？
他们的那个地道的小菜。哇，这好友真的很有过年的气氛。对，叮当姐姐，这些带回家慢慢享用。好，谢谢，太感谢了。我帮你享用。好。那我就开这个吧。啊，开这个好嘞。嗯。按摩券，这个好。这个按摩券呢，是我们导演组在你需要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导演组会直接请按摩师去给您按摩。哇，这个好。从拿到这个券开始之后，随时。时间呢？一个小时，90分钟、90分钟、120分钟、150分钟、看姐姐心情，按到舒压为止。这个很重要，对吧？您收好。好，这个特别棒，这个特别棒。很好，你按完摩来吃饭。来吃饭，对。好，各位姐姐，我们也要多多努力，因为我们后面还准备了其他的游戏。好，我们继续玩起来。下一个年货大作战，八位玩家两两成组，每组一人需要通过三轮一二三木头人的游戏拿取年货。我拿完就可以跑了。另一位队友则计算年货价格，并提醒搭档当前年货价格数额。年货价格各不相同，最终年货总价与服务器价格166元最为接近的组获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分一下工吧，谁来负责采购年货，谁来负责来计算这个服务器价格。虽然很难计算，但是阿兰会跑，我来计算算了。嗯，好的。好，来，那易阳和完颜呢？我算吧，我算 算吧，我算不明白。我来搬东西。好的。那霞霞姐，你们这组呢？我不知道啊，你想干嘛？你跑呗，你都可以。如果你觉得你算不明白，两位都已经就位了，我可以算。这是在哪这边在做算数？在哪算数？可以吧？写不了，写不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请各就各位，准备好，加油！大福袋，大福袋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开始，开始，一二三，木头人。好了吧？这个范围还能忍受啊？注意啊！继续。继续，一二三木头人，一二三木头人，男孩子腿长不可以迈那么快。对啊，我这太难跨了。继续，你奶拿一个大福袋就快接近。拿到不用不动了吧？你手你，哎，我拿完就可以跑了。对，你可以过去了，可以过去了，可以过去了。哇。